康文啊，嚟紧我哋公司会有个大湾区嘅时装 project， 预埋你噶咯，你考虑一下。吓，大湾区啊，好啦，人一世咪一世，还掂冇嘢输噶啦，试下。喂 ，Cindy， 你上次 Paris 个 fashion show 好正，我有睇啊！多谢，咁几时到你啊？我记得你都系读时装噶，你以前唔系话过想做自己嘅牌子咩？唉，边有人欣赏啊？我都好想好似佢哋咁，做自己中意做嘅嘢。听朝七点，我要见到我收到你 email。声都唔出咁，今日做嘢系咪好辛苦啊？老细咯，佢话张海报好地地嗰张海报，突然之间又话啲字太细要大啲，都冇 art sense 嘅。康文，你要知道自己系边个，唔好成日咁容易发脾气啦，好唔好？忍下啦。project 好快就过噶啦，但系唔 make sense 啊嘛，佢都唔知道自己讲乜，都唔识嘢。咁啊点啫？你系员工嚟噶咋？你以为自己系老板咩？28岁人啊，成熟啲好冇？我唔成熟。唔系咩？你觉得又觉得自己怀才不遇啊？唔讲嘢啦嘛 ，OK。
望。下雨了，凝望星光的旅人还在守望。如艳放，难以比所想的绝踪，枯竭过自我，然后学懂练习哭，又再失望。受过伤疮，害怕爱如热烫都会被冷藏。面对镜的你，你是员工来的咋？你以为自己是老板吗？成熟点好冇？Raymond， 系，头先做嘢见唔到你啊！唔紧要，你啊上咗嚟广州嘅，我嚟支持下嘛。哦，我件衫我系自己搵啲旧衫改嘅，我仲记得你以前教过我嘢嘅，几好啊！我有杯咖啡先。Thank you。咁多人嘅，唔知佢今日场音乐会搞成点啦？估唔到今次时装 crossover 音乐嘅效果咁好，睇完个音乐会就好似睇咗场 fashion show 咁。这是真极无情，几多本领注定系落下消息。要放弃理想吗？要化作口音吗？今次咁难得帮班学生同埋香港 designer 喺深圳呢度搞 show， 我想做啲深圳未有人做过嘅嘢。你成日都话想搞一个属于自己嘅 show， 虽然今次未系，但系都系一个好机会啊！我觉得一系唔做，一做就要做到最好。
如果是搞 fashion presentation 有冇得谂啊？特别得嚟又唔闷，每个设计师仲可以表达到自己想表达嘅嘢。做咩呆晒喺度睇 show 啊？冇啊！自从毕业之后，一直都好想做自己嘅 catwalk， 我真系好想试下。真系中意嘅就去做咯，我觉得你 OK 嘅。真系中意嘅，就去做咯。Thank you.